爹给你算过了，消除晦气，去医院。等等等等等等，二爹肯定还有别的办法的。师傅，你不用想了，这是最好的办法了。我堂堂清泉寨大寨主，还需要娶亲赚钱？这就是你要娶的人？陆爷，我来看你了。有志气！我等了3000年，不是过来陪你玩的。他是我二房。二房？是缠人家的身子吧？太漂亮了，喜不喜欢？没有什么区别。哎呀，我负责蒋家，他负责貌美如花，只要他高兴就好。钱都要了，千万叮嘱他不能让他再买更贵的东西了。放心吧，再次白炼钢，别碰我，到我手里变成绕指柔。你别乱来啊。我还有更过分的，你知道吗？不必多说了，所有事情必须听我的。我现在看他哪儿哪儿都好。 这太厉害了，快教我快教我。你还有没实现的愿望吗？娶你啊。陆爷，我又来看你了。大当家，你有事就说事儿，不用行这么大的礼。